葱、辣椒，还有黄瓜，这几个一天的，还有萝卜，两天的就行啊。是您自己亲自下的单吗？对，自己下的单。百姓呢，通过微信公众号，他关注以后呢，他再有离他比较近的这个配送中心下单，所有的里头的单品都是跟菜市场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中心接到订单以后呢，统一配货，配送到我身后这个点位，然后通知他那个每个商户、每个那个百姓回来来取货。急的病呢，完全可以通过预约，我们是分时段预约。如果是急诊，我们急诊是24小时可以。